休斯顿侨界今年国庆升旗典礼将于10月8号上午10点在休斯顿侨教中心隆重举行。国庆筹备会将立军主任委员6号下午领着团队在大礼堂开始进行准备工作。中华公所、休斯顿北一女一队、美兰大专校联会、FASCA 等社团代表都特别来到现场彩排，希望升旗典礼当天能进行得更流畅。侨教中心王英荣主任、黄义立副主任也到了现场慰劳大家，并协调出席贵宾。本周六上午，如果侨胞起得早，不妨一起到侨教中心参加升旗典礼，感受中华民国国旗迎风飘扬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令人激动的一刻。